想你了。2016年至2017年，在咪咕音乐年度累计销量1536998，鞠婧祎。恭喜鞠婧祎，有请上台领奖。大家好，我是鞠婧祎。首先谢谢咪咕音乐，谢谢甬道新娱乐颁给我的这个奖，也谢谢参与专辑制作的所有工作人员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呢，201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平淡但是也不平凡的一年，那以后我也会加油，做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恭喜恭喜。